仔仔周渝民日前被爆料和阿宝曾宝仪在澳门奉子成婚，引起演艺圈热烈讨论。不过继阿宝驳斥传闻之后，31号仔仔出席活动时也笑着否认。我跟阿宝奉子成婚，我跟阿宝认识是在那个欧阳盆栽的前置的一个时期，我们有碰过面，之后就没碰过面了，所以突然间这样讲，我也希望大家有这么熟，但是好像熟的话，好像也不需要变成是这样的消息来去经营朋友之间的关系了。对，树大招风的周渝民不止和阿宝传绯闻，甚至还有小咖女星自曝正在和仔仔交往，让仔仔感到相当无奈。好了，我跟小渊是非常好的朋友哦。然后当然他的出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其实私底下也都会有沟通过，所以我们虽然觉得这个东西有点瞎，我不知道，我们都不太清楚说这种消息是怎么样来的，因为我因为相信我的朋友跟我讲的东西，所以其他八卦我就不回应了。对，即使仔仔不主动招惹绯闻，八卦消息还是会自己粘上来，看来超高的人气也为周渝民带来不少困扰。谢谢总经理，谢谢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